跟你爸的作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怎么会一样啊？我没有抛弃你，也没有对你说谎，我就只是……你只是心情差，差到你心里只有你自己，没有阿杰，没有依文，更没有我跟皮蛋。我爸当初不是也说他心情差，所以忘了你跟依文，不是吗？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我回来你不开心哦。我开心过了，只是我冷静想一想，我根本就不应该开心。我仔细想想，你跟你爸的作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怎么会一样啊？我没有抛弃你，也没有对你说谎，我就只是……你只是心情差。差到你心里只有你自己，没有阿杰，没有依文，更没有我跟皮蛋。我，你爸当初不是也说他心情差，人生跌落谷底，需要一个新的出口，所以忘了你跟依文，不是吗？好了，对不起。今天要不是你运气好，济公把你带回来，不然你就跟你爸一样。你要是死了呢？你要是失踪了呢？我跟皮蛋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你有没有？算了，没事，我原谅你。怎样？那你心情不好？不是，我很开心，只是我不懂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原谅我。嘉伦，你不见的时候我担心的要命，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在乎你。我第一次发现我们生命是绑在一起。谢谢你原谅我，我真的好爱你。